呜呜呜呜，就是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有这牧羊的感觉。爆发力很强，也不会滑倒。不会，令狗刚就是一个侧身就滑倒了。滑倒了，它可能真的是脚不够力。你看它主人多轻松啊，走路那个狗就会就到它圈圈了哈。对啊。我希望那狗也会这样跑啊，可是你看一下它在干嘛，嘿嘿。